想50蚊就食到米芝莲餐厅嘅菜式，就一定要嚟新豪峰酒店啦。事关佢哋连续第10年攞到福布斯嘅5星评级，所以就推出咗多个限时优惠，包括餐饮、水疗同住宿享受。一齐睇下有咩优惠先。新豪峰每间餐厅都推出咗1到50蚊嘅指定菜式，包括奥罗拉嘅雅芝粥汤、天正嘅和风鲈鱼锅等等。今次小编就特别推介下呢3间餐厅嘅招牌菜啦。奥罗拉嘅法国小牛云吞配新鲜羊肚菌，再加上即时炮制嘅精选黑松露，切开里面仲有流心嘅鹌鹑蛋添。天正系东京最高级嘅天妇罗专门店，而新豪峰嘅天正更加系日本以外唯一一间分店。呢度嘅招牌菜就系日本金雕配三文鱼子酱同柚子皮，以薄薄嘅炸酱包住日本金雕鱼，为确保食材嘅新鲜口感，主厨建议喺上盘之后嘅10秒内享用，非常之讲究啊！帝影楼嘅招牌菜就一定系叉烧啦。呢嚿叉烧系嚟自西班牙嘅黑豚猪，选取猪嘅颈部同肩部之间嘅扭肉，口感特别肥美啊！讲完食就要讲叹。新豪峰嘅情系世界级嘅水疗中心，依家只要参加任何一个护理服务，就可以用400蚊加购呢几项精选优惠，仲包括最受欢迎嘅明眸护理。以耀目50星优惠，仲可以入住新豪峰嘅总统套房，可以喺自己间房入边享受按摩护理，系咪好叹先？